台湾需要一个人道生命条款。你说是人权国家啊？文字你坐下来。哎呀，我上次去年在立法院看到你啊。对吧？嗯。不舒服吗？那你帮我走好不好？好。帮我走，不是可以走，我这条命已经用光了，用尽掉了。你很伟大。没有。帮台湾做很多事情。